其实呢，今次来到 New Caledonia， 我最期待的就是坐住小型飞机飞越心形岛这个行程了。为了更加贴近天空，我就特登揀了这架冇顶冇门，两边只是得支栏杆拦住的飞机。不知道飞到上去天空上高会有什么感觉呢？好正，首先真的好正，因为个景呢好靓，我真未见过咁靓嘅景啦！飞上去已经好靓啦，因为见到好多树林啊，跟住望落下边咧系好少屋嘅。咁点不知再飞过啲咧，就开始见到，哇！一定要嚟 New Caledonia 见嗰个心形嗰个 island 啦。心形岛系一个天然形成嘅红树林沼泽，有好多人都慕名而嚟噶，就连韩剧都曾经嚟过呢度取景。不过红树林会受环境气候影响，颜色、大小和形状都会随之改变，所以这个世界奇观在往后的日子可能会慢慢消失的。真的未试过坐的飞机 是 open top 的嘛。刚才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我都是特别紧张，因为平日其实都紧张坐飞机，今次你会 feel 到没有顶，你就会觉得很近外面，我很害怕那一下是即係嗰下挫落去嗰下啦，點解又冇喎？好穩定喎，同埋上到去半空中都好穩定咯，因為真係好靚啦，一望無際啦，你係 feel 到嗰啲水咧係非常之清澈，有淺藍啊，有啲比較白啲啊，有啲係湖水藍啊，有啲深藍，咁佢加埋一齊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好似幅畫咁，成件事係同個大自然拉得好近咯個距離。最開心嘅一樣嘢咧就係真係覺得自己飛緊咯。我嘗試，其實我冇問個 pilot 嘅時候咧，我已經嘗試偷雞將隻手擠出去試一下，好想感受一下我屋企啲鸚鵡仔飛係點啊！好正嘅原來。